为不是人的。早饭我送来的。啊、不早了，送过来，他们吃过的。啊，我们吃过的。哪个？我们两个出去吃过的。哦，你们出去吃过的。哎、嗯。他们走上要送来啥行吗？没。没多东西。啊。我们要退回去个东西，他来的。哦。就是要带回去的东西。啊。买了表演的东西，他们退回去。到了去的了。哎，到了去。买的东西，表的，退回去，他来倒。哦哦，搿只啊。哎。那去吃酒，好吧去。你还没吃过啊，未来。啊，哥哥，你没吃过。因为今天到啊，你十点钟走了，十点半。十点半。十点半走。哎。到哪里？那要来问。到浦东。浦东。那机场到浦东。哎。你来从水池去跑呀？有来。我水池去。来一清我昨天一清水啊飙出来了。哎，要当心。那你叫这个，那搁在地里头呢？在地里头。哦，你搁口分了吗？水。好好好。嗯，十点半是呀。嗯嗯，那我是小远。小远。啊。小远。啊。来，他们可早要起的嘞。嗯。不是。你来送他们啊。他们要走了。来。来要起的嘞。嗯。可早要落大雨嘞。嗯。哎，路高一边。如果你落雨的，好像今天风外面挺大，凉快都凉快的。嗯，凉快是凉快。凉快凉快，风挺大的。嗯。几点钟出发啦？十点半。十点半啊！哎，等下我拍两张照片。嗯。屋里有点热了哦，我们拿一个背巾。嗯，背巾。来，快。叫你看是啊，我个放了大个泡脚来打。我们到那个，哦，那个外头也到。外头呀。小月，你说清这个，我一人。那就把我们四个人这个，他走了还是个差不蛮蛮好的，好不啦？那用你个手机好不好？啊。用个手机啊。我就搓个头呢。你叫爸爸要不要拍进去的啦？那，小月就这样拍过来。就这样子拍过来，你走开，我拍给你，你看一下啊。那我走我们这个套了，这个套发了，发不发得紧？搿只灯表还得，哎，搿只灯肉。发不发得紧？还拍得紧的，还可以的。这沙发的，这沙发，嗯。你要不要我嘞？小雨一天水都没倒，是不认识的。嗯，我还叫他去倒开。你看他可以不？啊，好的，就是搿只沙发表演。那你要就搿只角度过来。哎，搿只要这个沙发太倒。那他是两个有点歪了。啊，不要紧，我这样。我手这来。我这样。啊，那你这样过来。啊，没有那个，你重新弄一下。啊，我来弄一下。这个沙发哈，哎，这个沙发给这个人拍出来好不好？哎，对，这样，多拍几张。啊？啊，好，可以，这台湾手机，总有一张好的，可以的。啊，可以的。这样子不那样子哈，这里。小不能小小呀，啊，你干脆干嘛？吹子起了去啊！到后头嘛，一只小地方倒了嘞，还有两斤稻子倒了嘞。他说个稻子嘛，老好。就是他们店里叫你啊。哎。哦。钞票我会得付给他的，我那个地方已经
钞票付不脱。哦，这就这两样是吧？哎，现在去哪？你另外彩礼要不要卖的？我不知道，你昨天的冰箱里不是那天有菜？我没吃，你没吃过很多油菜，我看一下啊。嗯。这东西的，美国这个中国菜。这里是。嗯。这个菜真的老老多。菜是算不老老的啊，什么实体货菜？哎，是的，不要卖了啊！啊，要不那个呢？毛毛菜卖不来呀？你毛菜，你不是这里不是有？还有了，还有不用买了，搿毛少去，去多了嘞。就是那一个垃圾乖乖的。就是那两样拿来哈。哎哎，我懂他说啊。多吃了开了好了，刚刚树高头摘下来那个多。好吧啦。哎，我上班不上菜不来，上一个东西来了，一袋一袋一张好。哦，那么子不是到杭州中心去吃饭，没好叫快点走走。嗯。哎。那这次没什么毛病。哈哈哈。哎。上次我们两个什么毛病？还没接管我。都有事情，哎呀，没注意来了，那叫一直上飞机就，不要打仗啊，就好了。嗯。我们是几号航站嘞？你晓不晓得？哎，要弄进去。航站他们我好像。哎，要弄进去了。Terminal 2 Raleigh 那个七号登机开没我登机开没我登机开的不要紧的保证你家安检检好了也他不能登机开的杭州的大龙引擎是吧那个飞机好像你这个没看到往上面你看保证嗯不带干，我可能给单位一个钱。嗯，还不到，真是。就 no thanks 就好。我们这一定要飞出去的。哎，那我晓得。是狗儿。叫飞城，飞城我们可以。对他去等一下，好说一点。你坐落来，哎，待一下下。飞城如果不行的话，我飞去姐姐那边，让他把我们送过来。哎呦，你看我笑。那你怎么说？如果他不能飞进去的话，我讲这个话。先到达拉斯再说嘛。是啊，明早再开点工资嘛，大不了就稍微一点。开工资没问题的，这么好的，没问题。哎，别去想了，看。不是是工资问题的，飞机飞不进去啊。哎，飞不进去嘛，那飞机呢？等一天。不是，我们飞到达拉斯，如果飞机不好飞到飞城去，那么我们飞机着不着呢？那么达拉斯也不会开。就住了达拉斯了，多住一天了。哎。或者我本来我说改，把个飞机飞到阿基他们那边附近，那么阿基可以接了我们，把我们送回去，就个意思。哎，妈不要，我给的，妈，吃不了的。能，我搁里还有口嘞，我还有两口嘞，吃不了的。不要报的。十点报这个嘛，酒店六十分。哎，要来报。嗯。我有一个钟头十分，嗯，哦，嗯，跟饭吃不吃的吧？不吃的，不吃了。嗯，早饭刚刚吃过。你吃过了是吧？早饭吃过了。啊，你们吃早饭了？我吃过的。那爸爸有没吃呢？老早吃过的。爸爸，你早饭吃过的？哎，吃过的。哦，那。要吃过的。到了机场再往。哎，如果你尽量那个嘛，那他开工资嘛，可以工资一天，那么招呼要同他们打的啊。
不要走路，那个心就苦嘛。好了。小问题，像那个真是。小问题。嘎搞一个，这没能出。那前天干嘛上班还是在家里上的？两天来到屋里。啊？两天来到家里上班。两天。三天去办公室。三天吃个啥？去公司里。三天公司里，两天来到屋里。啊、哦。两天来屋里。嗯。五天嘛。这是谁儿子？嗯。说下一个呢，嗯，等于四天了，屋里了，嗯，哈哈，哎，姑姑妹妹快的，办公室里什么关系啊，都那么弄好，可嘛，我当年我中国都没过洋了，美国都还没回的呢，都是，啊，嗯，几个高头人都回，不然。把人家大家都想的是，都是普通的人了，都是为了自家，哎，对不对？哎，人之初性本善，本来是好的，不好谁会不好？老老老，搞好了去呀！哎，这个。这个两个小弟养好，哦，怎么自家去养老钞票最好，好的，对不对？养起啥门？哎呀，爸爸妈妈，阿叔夫妻的有这个阿哥来的，啊，那人家那个一个好条件。就是嘛，我。照顾不了干用。嗯。搿早礼拜一了。就是这个，你们个姓氏是陈是吧？田陈，陈啊，桂儿镇，陈沙门，沙门他是、嗯、应该是叫陈沙门是吧？哎，陈沙门。哦，我们都叫他叫沙门，不像他叫陈。那是什么姓？陈沙门。你不晓得我姓陈沙门。沙门就是从俄罗斯联盟。他出生的时候是刚刚中国同俄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对不对？嗯，那个包十字军都不去。啊，要的。路高头小小道。没，用不着的，飞机高头都有，飞机高头有。我们到上海机场可能也背着缺啥的，太多的，啊，带了噶许多缺的东西。嗯。搿烧酒不要吃的，还是到飞机高头拨你买。哎，那烧酒买啊，那搭搿里已经吃的太多了，吃饱吃足。你们妈身体不还好啊？还好。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啊，嗯，都是年纪这么大的啊。哎。
都是九十几岁。那这个不住了，啥门家里去哦？哪个来照顾了？那照顾好孤人的了又。孤人呢？你刚好滚得去滚不开。是。废。说完这个老年公寓里票不晓得好不好的票。好不好不知道。这不是你的事情。马克思老年公寓你是不是已经开工了最早是近十年了。啊，最早近十年了。你要没事体嘛，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去试试看，住两天，看看感觉。不要去，他做啥？你要住那西湖大道，金色这片对面这个中心，原来中心伢这个大楼，现在改成全部都是老年公寓。哦，在哪呢？搿位置好嘞。哎，搿位置好，而且是条件蛮好嘞。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你包了嘞还可以。啊，有钞票没？钞票1万多块钱一个月。一个人两一个人1万多可以，等于是2万多了。两万多是应该贵的啊。因为他条件好嘞，一个人20个钟头过你们。跟我们老小嘞，你记不记得个小嘞阿姨啦？住了一个多月到位嘞，不要等。后来屋里叫了个阿姨。搿么人就等了，那俺在那上门。对的。我们妈本来还不肯住呢，原来是拐了屁股了，没办法去少试试看，住个一个礼拜一个月。只是他觉得我好，只是那他心情，他只要一个人了，来到屋里，来到那边人啊多，有人娃娃娃有啊，感觉比较好呢。叫我别动。为啥呢？不至于的，我高兴这个人。在有些人年纪大的人脾气不好，我个嘴巴也不来塞，不咬人。我嘴巴不咬人。我嘴巴不咬人的。十点钟，啊，十点钟那个嘛，好，他去立箱子呢。哎，这箱子要立好啊，我去立了。从来没成哎，那事情先做好了。好的，去立的。